Terima kasih saudara-saudara dan saudari-saudari, selamat malam dan salam sejahtera. Cinta Kuala Lumpur dan Malaysia Tobau, tanya wajan hao. Menteri Besar Selangor kita yang YAB Amiruddin Syari, Menteri Kesihatan kita Dr. Zul, Pengerusi DAP Kowai, Exco kita Sihan, dan saudara-saudara dan saudari-saudari. Esok hari undi lagi 3 jam. Boleh menangkah? Lebih menangkah. Boleh menangkah? Boleh. Menang besar? Besar. Atau menang kecil? Besar. Mingguan tuopiao le, dia betul? Boleh. Kai san ma? Boleh. Kai kai san? Boleh. Bila kita mula dengan pilihan raya kecil, bukan sahaja di Balakong dan Sri Setia. Saya baru datang daripada Sri Setia. Itu by-election yang kecil lah. Mau pilih siapa menjadi ADUN. Sekarang bila besok mau buang undi, election by-election di Balakong dan Sri Setia sudah menjadi isu yang besar. Bukan isu sahaja tempatan, tetapi isu nasional mengenai sama ada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boleh kekal dan terus akan, atau dalam 3 tahun, 4 tahun akan jatuh oleh kerana satu unholy alliance sudah muncul. Bukan sahaja MCA, UMNO dan PAS. Kita lihat 1-2 hari ini mereka sudah gabung, bukan oleh kerana mau memperjuangkan nasib rakyat, tetapi untuk kepentingan sendiri. Pelai Balakong dan Sri Setia, saya dari Sri Setia kuali, kai si so seke di fang xin de yi ge bu xian, xian xin zuo zuo yan. 我们的王主席，何时 Sri Setia？但是明天投票了，全国都在看，全国都在看你们明天的成绩，因为突然间在巴乌拉瓜拉港跟Sri Setia非常重要，全国很大的意义。为什么？ 因为关系到整个西门政府的存亡，关系到，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看得到，整个马华工会，巫统最近所留下来还生存的领袖，更来更极端，更来更极端，种族宗教政策讲偏话。 跟马华联合在一起，跟糟糕的跟回教党也联合在一起，回教党巫统马华工会，UMNO MCA PAS and Holy Alliance， 加盟，这两天很清楚的，你看 Sri Setia 在巫统的主席说他们会去出席下个礼拜的回教党代表大会。 而且在Sri Setia做完，马华也有代表，马华在巴拉贡也得到回教党的支持，对不对？对吗？马华工会明年2月庆祝70周年纪念，但是最糟糕的，70年来。 回教党的领事有没有上马华的台？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从来没有上马华的台的，那有些马华的责骂的。但是在巴拉贡有啊。为了什么？整个是为了马华工会，为什么会被在509被马来西亚的人民拒绝？2013年成为7-11，对不对？
去过是一个走 7-11 party， 一2018年变成 1-2 party， 1 parliament 2 assemblyment。 为什么？就是因为背叛人民的将来，我们的为什么我们100万200万的最优秀人才要搬到外国去，就是因为马华工会试着。现在不只是不知道有知错能改，跟回教党联合起来，回教党可以合作吗？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新农党以前给他们一个机会，对不对？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他们有没有真正的经济有这个机会能够朝向一个多元种族多种宗教的政策进行？没有。现在马华要跟他联合起来，所以联合做什么？希望能够把整个西门的政府2年3年数届大选的钱2023年以前打垮，他们要回到以前的政府的政治，要不要？不要。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现在有希望有个新的马来西亚，4个月而已，要多的时间。所以这次不只是个人，我们的王思琪和是马华的陈志忠是本地人了，对不对？看来他好像是有理想的，但是他是中的和是尖的，对不对？我们要中的尖的来选一个，他是中和是尖，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啊。你看今天有一个马华的领袖，新圣美兰的前主席李振辉，他说哪里可以马华让回教党的领袖上马华的台，丢脸，这个是侮辱我们马华的立场。马华已经堕落到最低的田地了，大多数的马华工会都是有义气的，都是有正义的，已经虽然名义上还有可能还是马华的党员，他们投这张票是投给火箭，投给巴嘎丹哈拉班，对不对？对吗？但是还有一些非常有理想啊，还有一些少数非常有理想的马华 的党员还是留在马华，还是在上次大选有个人有投马华。但是看到这次的补选，马华叫维教党上台，他们也摇头啊，好像李振辉这样子也摇头。但是我要说摇头不足够，我要说叫我们要看马华的候选人是中的或是尖的。假使他是中的，他反对马华让回教党上台，让他立刻宣布退出补选，好不好？好。现在还可以的，宣布退出补选，明天派广告车在整个乌拉港宣布他已经退出不行，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支持这种的马华让乌统让回教党上台来主张极端的政策。我希望好不好？好。看他人，他是中的还是尖的？我希望他是中的，你们看他会不会退出？会。这是一个考验，叫他立刻退出。明天广告车到处跑说他已经退出了，因为他看不过眼了。马华的领导层太过分，为了不能知错，不能够知错而改，而且更来更糟糕。我要告诉马华的领导层，要林雅各马，不要一失足
曾经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了，对不对？不要一世做曾经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要能够有大义灭亲的精神。所以我希望马华的候选人有大义灭亲的精神，能够宣布他不能够接受马华、林道成这种的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人，而且告诉全马来西亚的人民，我们有新的希望，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来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马来西亚。四个月不够的，六十年的这样子的案，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处理。所以现在要有原则，要有立场，要有耐心，要有长的眼光，希望你们继续的做我们的后盾，好不好？好。在明天孙爱甘地投票49.48%啊，不选，哎呀，胜了一定胜的啦，不要紧啦，不必投了，不能够的。这张票是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而投的，不只是为了是舒淇而投的，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而投。大家都要叫你们的朋友、你们的邻居，大家出来。我担心明天的投票率很低。Saya khawatir esok sangat rendah lah peratusan keluar undi oleh kerana 4 hari public holiday. Ayah, ini susah lah. Saya, 所以你们一定要出来投票。叫你们朋友、叫亲戚，明天问投票了没有？还没有的，应该出来投票。当然，我们也希望马华的候选人能够证明他是忠的，他能够大义灭亲，能够宣布他退出这场补选，因为他不能够接受马华公会的出卖人民的利益。谢谢各位。